面对的时候了。今天呢，我就要来考我的重机驾照。现在心情自己非常紧张，因为呢，我前面呢上课完之后还来偷练了非常多次，但是最后 final 的时候我 check 过，一切 OK。但是我今天来的时候心情跟练习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，你知道，那要上战场真的是哦很紧张，所以我刚刚就是一直就是祷告，然后说服自己说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对。哎，我这样没有考到会很糗哎，怎么办？我要假装这不是在考试，我要假装这是在练习，我一定要说服自己这一切都不存在。在他一手调教之后，我就轻轻松松拿到驾照。OK， 教练说我有天分，我是那种天分型的选手。OK 啦，我觉得真的是有专业的教练，有专业的驾训班。等我下次从这边走出去的时候，我就是全台湾最美丽的女车神啦！